你要放哪个视频？拍一下那个，你再拍一个，拍一下。好嘞，帮这个客户他还要拍点素材，然后弄一下他的这个视频。他这个文件里面原新品的素材。你那个把那个参数给到我啊。那个给他发一下。 来，他不来的地方已经忘记了，他给点，让他过来，啊，没有。